对不起，我让你担心了，我以后再不做善事。既然你知道我们多担心，你那信写的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。还有你那药哪儿来的？你告诉我。药是我让别人帮我买的，对不起。我想明白了，你没有理由让大家为我这么伤心。对了，姑娘呢？姑娘现在没眼见你，你现在你出来，你提她干嘛呀？我们都在这儿，你提她干嘛呀？我想跟大家说，刚才我跟她谈了很久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隔阂了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因为我的事情去埋怨她。还有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果就这么去死，那么我该多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起这么关心我的你们。所以我决定，我以后都会好好的活着。洋洋，你想明白就好，我们会帮你一起渡过难关的。小赵，啊，顾经理，我正找你呢。那个女孩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她现在睡着了。行，那我过去看看，餐厅这边就拜托你了。哎。张扬已经死过一回了。但是上一次多亏了顾念及时发现，送往医院才避免发生悲剧。但是大家都能看出来，张扬人虽没死，但是心已经死了。顾念救回了张扬那一条命，却救不回他曾经的乐观积极了。张家所有人也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们想责怪顾念，可是顾念又何其无辜呢？他只是一时失误才酿成这样的大错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事发之后，顾念已经把所有的压力都扛了下来，他用心承认错误，用实际行动为自己的失误赎罪。可是悲剧已经无法挽回，这次张扬似乎又有自杀征兆，这可把所有人吓坏了。好在张扬经过了一番心理挣扎后，终于打开了门。那么他的心门是否也随之打开了呢？对了，高磊，那个女孩呢？那个女孩怎么样了？啊，她没什么事了，应该是喝多了，别担心啊。要不你陪我去看看她吧，说不定我现在能够帮助她呢。洋洋，咱不去了，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跟妈妈回家好吗？妈，你想想。如果那个女孩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她的家人该多担心啊！有的时候，生死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叔叔，让她去吧。也好，高磊，你陪洋洋一起去吧。走。哎，你放心吧。楼梯，那个。你看看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我不是让你照顾好他吗？我先别说了，打电话。喂，120吗？小赵，刚才那个女孩怎么样了？顾经理跟高磊没跟你说呀？其实没什么，没事。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油嘴滑舌的了？你以前我帮过你多少忙，到现在
你跟着他们联合起来骗我是不是？我没有骗你，我这不是怕你多想吗？多想什么呀？行了，别墨迹了，快说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出卖我啊。行，我替你保密。是这样的，那女孩啊，在咱们这儿喝醉了酒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给她喝了醒酒汤。再后来以为她没事了，可是我们出去之后，没想到我们再进来的时候，发现她吃了一大把的安眠药，我赶紧把她送医院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样，她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哎，不就是因为跟男朋友分手了吗？她哪有像你这样坚强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没事儿。洋洋，你说你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跑过来干嘛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妈，我现在这样需要适应。再说了，我也想锻炼锻炼自己，总不能让你们养我一辈子吧？这傻孩子，你是妈妈的宝贝闺女，我养你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呀。我就是想自食其力嘛。张扬说得对，不管怎么说，自食其力才是王道。再说了，就算要养，我也不让你们养，有人会养我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女孩怎么样了？不是说小赵昨天晚上在医院陪了一夜吗？怎么也没个消息啊？那个女孩啊，她醒了之后就一直没说过什么话，她手机现在还在我这儿。我看了一下，手机里只有一个号码，打过去之后还是关机。哎，小赵，哎，那姑娘，她怎么过来了？她今天早上醒了就一直要她的手机，非嚷嚷着要出院，所以我……行了，别解释那么多了，把手机还给我，我马上走人。把手机给你可以，但是你得先跟我们说清楚，你究竟怎么了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跟我什么关系吗？哎，你这话说就不对了。你在我们兴隆斋出了事儿，我们救了你，问问你原因还不行了？我让你救我了吗？再说我死在哪儿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你怎么这样啊？行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把手机还给我，我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。当然，你们放心，我也不会死在你们兴隆斋了。姑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以后遇到什么事儿，好好想想再做决定。是啊，你有什么难处说出来，或许我们大家能帮到你呢。帮我？你们拿什么帮我呀？既然你话都这么说了，那好，手机我可以还给你，但是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。毕竟活着不容易，如果说死了的话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我刚才说的话。小赵，你去跟着点他，千万别让他想不开。如果说遇到他什么朋友的话，记得和他朋友把话说清楚。放心啊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啊！我已经救了你一次，你还让我再救你第二次？我要你救我了吗？我就是想死，你干嘛总给我捣乱啊？我捣乱？哎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要想死是吧？那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死啊！你干嘛在我眼前死啊？这样你也省心，我也省心。行行，别哭了，走走。妈，你说那个女孩怎么就想不开呢？洋洋，有很多时候啊，是要经历了之后啊，才能知道。有的时候呢，就像这个凤凰涅槃一样。就说你吧，在经历了一番黑暗之后啊，终于明白了活着的重要性。也许只有经历过，才知道生命的重要。洋洋，跟你妈回家吧。兴隆斋还有好多事儿等着过年处理呢，
他就不陪你了。小兰，你有勇气撞车，怎么没有勇气进办公室呢？小张，怎么回事？顾经理，你不知道，我刚一出门，他就往车上撞。要不是我拦得早，我这小命就搭进去了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吗？你非得搭上一条人命你才开心是吗？如果说你非要死的话，麻烦你离我们兴隆斋远一些。姑娘，怎么说话呢？没看见杨还在呢。你跟我出来。坐。这位小姐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。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对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造成多大的伤害吗？还有，你不要试图在兴隆斋尝试自杀，我会派人24小时盯着你。这样，你给我一天的时间，一天之后我会回来给你一个消息。我希望你能够等我带回来这个消息之后再做一些决定。我希望你不要做傻事，可以吗？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找你男朋友。还打不通啊？还是打不通。哎，对了，我听洋洋说过，有一种手机软件可以屏蔽电话号码，就是说你要是不想那个接他电话，又不好意思挂，在手机上设置一下，就打不通了。我也听洋洋说过，他就把一些他不喜欢的人的电话号码啊，就这么设置了。设置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顾念能不能联系上那个手机主人呢？哎呦妈，你就放心吧。顾念什么时候还没把任务完成过呀？不过这次时间确实有点长。哎，顾念怎么样了？找到了，那小子果然用了一个手机遮蔽软件。那他怎么说？这个事情有点复杂，我得先跟那个女孩聊聊，然后回来再跟你们说。啊，我先去了。嗯。你吃点儿吧。哎呦，我说姑奶奶，你说你是干嘛呢？你昨天晚上在那睡一宿，我愣是在那门口陪了你一宿。你这到底要干嘛呀？你有你这样的吗？不吃。绝食。你说你绝食，你干嘛非来我们兴隆斋呀？啊？你看我们兴隆斋上上下被你给闹的，活该！谁让你不如我愿的？你要早如我愿了，你们不就没事了吗？不是，我们要是如你愿了，我们能没事？你太没良心了你！小张，你去忙吧，我来吧。顾经理，太不好伺候了，太反咬人，你看着办吧。姑娘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自杀吗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是我什么人呢？好，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我有一些话要跟你说。等说完之后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爱干嘛干嘛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找到你男朋友了，确切的说是你前男友。我把你要自杀的事情告诉他了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说你是一个自私、任性、刁蛮、脾气不好的人，所以说他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不可能！醒醒吧，你到现在还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是吗？你还要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是吗？
我们一块打拼出了事业，结果他现在说我是黄脸婆，这能不是他的错吗？你错了，他其实根本不在乎你的容貌，他一直深爱着你。可是有一次，你却因为他的一个玩笑话，就改了他所有的银行卡密码，并且一直在翻看他的手机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是这么做了，可是谁让他说我是黄脸婆了？猜疑跟不信任，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我是别人要的黄脸婆，我不活了，我要死。哎，爸妈，我想去看看那个女孩，或许我能帮到她呢。而且我也想听听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洋洋，你就不用去了。顾念在那儿呢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就是，顾念现在心情也不好，我怕他看见你。我已经没事了，难道他还会有什么事儿吗？该不会是你们故意不想让我和他见面吧？洋洋，看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们怎么会不让你和顾念见面呢？就是，不会的。我就是想去看看嘛。你们要是不带我去的话，我就自己去。我也知道怎么办。哎，洋洋，哎，行行行，妈妈陪你去啊，来，慢着啊。你就那么想死吗？如果你非常想死的话，你干嘛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呢？谢谢你的提议，我会考虑的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在现在。我比你想死的愿望要强烈一万倍，但是我并没有死。如果说死了，确实是解脱了，可是你死之后要怎样去面对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？只有活着，活着去赎罪，才能可以得到那些人的原谅。只有活着去受罪，才能死得安心一些，要不然，就算死，你也是死得不负责任。妈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感觉你一定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。没有，我特别丑，丑得连我心爱的人都离开我了。没有了他，我觉得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思了。我问你，你很看重这段感情吗？嗯。如果感情没了，就只有自杀一种办法吗？我想不出什么办法了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一个女孩，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男孩，但她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，她就认定了这个男孩就是她以后的白马王子。她想象着有一天自己长大了可以嫁给这个男孩。她等啊等，终于等到他大学毕业，他以为他的梦想要实现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那个男孩变成了他的亲叔叔。虽然他们还是每天可以见面，但是却永远不能在一起了。你觉得这足够成为一个可以去死的理由吗？
我觉得可以。可是这个女孩，她承受住了，因为她知道，即便他们不能在一起，每天只是见见面、聊聊天，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那个女孩把感情藏在了心里，只有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，才可以独自回味一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一会儿再告诉你。我现在问你，除了分手之外，你还有其他自杀的理由吗？我觉得是我男朋友嫌我长得难看，才跟我分手的。不好看？你看看我，我现在算是一个残疾人了吧？我可能下半辈子都要依靠着别人的眼睛去生活。我这样够不够去自杀？但是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死了，那么活着的人肯定更难过。兴隆斋除了张扬，还有一个女孩依然在死亡的边缘徘徊。因为跟男朋友的感情不顺，因为吵架时几句气话就不想活了。这种事儿估计在很多的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。为情所困不可耻，可是若是为了一份感情丢掉自己的性命，那才是太大的愚蠢。秋思雨觉得自己丑，于是想要轻生。其实如果秋思雨觉得自己不好看，她可以去整容啊。如果现在感情里不能自拔，更应该抽身而出。归根结底，这一切都是心态不正造成的。也许是从小一直一帆风顺，没遇过挫折，不懂得珍惜生命的缘故。无论小赵顾念怎么劝告，秋思雨依旧是一心寻死，似乎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他眷恋的了。就在众人拿他没办法的时候，张扬站出来了，说想见见这个女孩。也许是有几分同病相怜的心情，张扬面对秋思雨，平静地说出自己曾经的暗恋心事，以及自己的失明后的心路历程。他的话似乎有种令人心酸的力量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张扬的诉说之后，对这个小姑娘更加心疼了呢。你觉得自杀很轻松很容易吗？我告诉你，前两天我亲手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我能感觉到我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，当时我还觉得很痛快。就在昨天，我买好了药，写好了遗书，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是生命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吗？不是的。当我听到我的父母在门口苦苦哀求的时候，当我知道我的男朋友要跟我一起去死的时候，当我知道我爱的人痛苦纠结，因为我的事受旁人鄙视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生命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也属于爱你的人。你现在只是知道你男朋友不爱你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家人，他们有多爱你？如果你就这么死了，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不但要明白，还要勇敢地面对生活。你刚才问我，那个女孩最后怎么样？现在我告诉你，那个女孩就是我，最后她变成了我现在这个样子。
而那个他喜欢的男孩变成了他小叔叔的那个人，就坐在你的面前。所以生活还有什么坎是迈不过去的？只要你有勇气活下去，你连死都不怕了，那么何惧生活的困难呢？你说对吗？而他眼睛现在的样子，也是我一手造成的。你说，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想要去死的理由都比你要充分。可是我们两个人都坚持下来了。你就算是为了你的家人，为了你的朋友，你又有什么坚持不下去的呢？谢谢。谢谢你们，我明白了。谢谢你们苦口婆心的劝导，更感谢你们挽救了我的生命。我以后再也不会只为我一个人活着了。谢谢。没什么可谢的，我只是希望这个女孩不再做傻事了。我不是因为那个女孩的事谢你，是为我自己。你别忘了，我并没有真正原谅你。怎么回事？菜以前不是这个味儿啊。服务员，哎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们家菜怎么变味儿了？以前不是这个味儿啊。要不给您换一盘吧？哎，算了，别换了，后边不是还有两盘菜吗？别上了，来个退了吧。多少钱？买单吧。189。哎，你不用找了，以后再不来你们家吃饭了。这两天客人那么少，都说菜的味道变了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是什么菜的味道不对了？不是，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？不是，那人家客人还反映说你们服务态度不好呢，人家就不来了。那也没有反映菜不好吃的人多呀，这还是你的问题。你的问题也不少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有什么好争的？大家最近心情都不好，我可以理解。别说你们了，我感觉连我自己都打不起精神来。一想到张扬那么可爱的女孩，就我这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。是啊，这张扬一不来店里玩，我的心里头就好像缺点什么。啊，你说，看着客人在那吃饭。张扬，这也看不见了。我这干工作的心思，可不是吗？你嘛还说我菜炒的没味儿，这心情能炒菜有味儿吗？那顾经理都说过嘛，厨师炒出的菜能看出他的心情。我心情不好，我能炒出那菜就有味儿吗？那不可能有味儿了，对吧？你瞧我呢。几个菜你都记下了吗？啊，记好了。您点这么多菜，一个人能吃完吗？我呀，是给我和女儿两个人准备的。啊，是两个人的，不好意思。我们俩以前经常来你们这儿吃饭，
可是这段时间呢，一直没有过来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女儿病了，是白血病。在医院治疗这段期间，天天吃医院的饭菜，都吃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提起这个。没事儿，我女儿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。最近，在中华骨髓库里已经找到了她的配型。要是手术成功的话，我女儿又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。那祝福您的女儿手术能成功，我相信她很快就会没事的。哎，这个病啊，把莹莹折腾得够呛。希望她赶快好起来。她才20岁，还有大好的青春呢。哎，好人自有好报，我相信老天会保佑她的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想，莹莹好了以后，我再领她来你们家吃饭。莹莹可愿意吃你们家的饭菜了，莹莹吃到你们家的菜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那就好，那等她病好了以后，希望您再带她来。谢谢你的祝福，我收到了，放心吧。那我现在就让后厨给您准备菜去了，我让他给您打包好。好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高磊的女朋友顾念的侄女出车祸了。就是那个叫张扬的。这还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？你记得那天你跟高磊约了去机场会合吗？哼，提起那件的事儿我就来气。你说我在机场等了他那么长时间啊，他一个电话说不来就不来了。哼，其实高磊那点心思我还不了解吗？只是他还有点利用的价值，所以我才带着他去。你就别生气了，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那天张扬跟顾念吵架了，顾念打了他一巴掌，张扬生气跑出去，结果就被车撞了。而且还失明了。什么？导致了他双目失明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整件事儿从头到尾我都站在顾念身边，这件事儿对顾念、对高磊、对兴隆斋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哼，你说这兴隆斋一天到晚的啊，居然出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在干什么？经理，小赵，今天客人不是很多啊。我也觉得应该想想办法了。兴隆斋最近还算正常吧？啊，还行，就是有一位母亲让我印象挺深刻的。嗯。这顾客的女儿跟张扬一样大，不过呀，听他妈妈说，她患上了白血病，最近可能要对那个什么造血干细胞要进行移植。她跟她女儿以前经常来咱们兴隆斋吃饭，今天啊，她妈妈就是在咱们这儿打包了一些菜回去带给她女儿吃的。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。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不幸却偏偏要发生在那些如花一样的少女的身上？不过她还算挺幸运的，如果说手术成功的话，她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了。但是张扬，她却再也见不到了。小赵，你恨我吗？顾经理，你跟我说实话了。顾经理，我倒是很同情他们。顾念这次真的挺无辜的，他也不知道会造成这样的后果。这个啊，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。
在我看来，这倒是是一个我们绝好的机会。王老板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这个时候，你怎么还这样呢？顾念这次想要重新再站起来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而且我想，高磊肯定会为这件事情更加的恨他。我真是佩服你了，这个时候你还有这样的想法，难道你就不同情一下张扬吗？他才20岁啊。慕容，你觉得这种廉价的同情心有用吗？他们会领情。我看有这个心思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赚得我们的利益。慕容，我呢把你看成是我的左右手，我希望你了解，商场就是战场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每一次机会。当我知道张扬出事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复杂。我怨的是那肇事司机，我知道您是被冤枉的，要不是您把他推向了马路，这事怎么能怨您呢？可是如果不是我跟他生气，不是我打他那一巴掌，他也不会跑出去，也不会被撞，更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顾经理，我很同情你，出了这事儿，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怨气，都想找机会发泄出去，这不是就把您当成那箭靶？其实我觉得您心里没必要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。再说这事不怨你。你的话我都懂，我不是在气大家，我是在气我自己。因为这件事情，说实话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你明白这种感觉吗？我知道，可是就是你们所有人都不怪我，都像以前一样对我，我也不会减少半分的罪恶感。顾经理，难道您这么就不想管幸福斋了吗？每天看着您这样颓废的样子，我跟老刘也提不起兴趣来工作。我现在啊，是没办法继续踏踏实实的留在这儿做这个总经理了。这个兴隆斋到处都装满了张扬的声音，你让我怎么能够释怀？白昂，你说的对，我顾念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妈，今天齐伯伯、张叔叔和傅阿姨都在，我想跟您说点事情。我决定跟张扬结婚。顾念哥，这也太快了吧！顾念，你不要逼妈妈。你们都是在骗我。
我只能这么做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了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哎，张扬，我从小认识你到现在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小孩，觉得我有资格教训你，可我却从来没考虑过你的感受。张扬，我欠你的东西。 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张扬失明后，整个张家和兴隆斋都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中。刘师傅无心炒菜。 小赵无心情笑脸迎客，张富强无心经营，就连顾念也是整日借酒消愁。张扬终于想开了，他意识到了活着的重要性，他不再寻死。是啊，在生命面前，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，前情旧恨、金钱利益，在一个脆弱又年轻稚嫩的生命面前。 都变得一文不值了。如果能换回曾经健康的张扬，我相信，无论让顾念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会答应。可是兴隆斋这个凝聚了张家百年心血的老字号，如果再这样萎靡下去，最高兴的一定是宝瑞居的王红贵了。现在的兴隆斋已经有衰颓之势。 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连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跟着担忧了。今天的兴隆斋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是为了自己患病的女儿前来的，总算带来了一个让人重燃希望的消息，那就是女儿马上就要动手术了，手术成功就会恢复健康。 那么，梁莹莹的手术会如大家意想中那样顺利进行吗？这中间会不会再生什么波折？兴隆斋的生意究竟何时才能回到正轨呢？